生命太过短暂，今天放弃了明天不一定能得到。一每个人都当过梦想家，也都曾编织过一个又一个美妙的梦。那些孩子对美好未来的最初向往，虽然说我们的人生都会开一次花，但不一定都会结果。可追梦者坚持下来时，他们终于成功了。两人生，只有你自己想努力，才能真正的努力。这是任何人都无法用逼迫让你达到的目的，它只能是出由你自己内心的意愿，你才会真正的着手去调整、去完善、去提升、去塑造一个更好的自己。